周怡翔左，陈颖俊代言西装，引爆运动训练。 Empower 提供。记者林月甫综合报道。陈颖俊、周怡翔日前在中国 CBA 篮球职业联赛迎来处女秀，所属的经纪公司引爆运动训练 Empower 在今日公布两人帅气的西装照，希望他们不仅能在球场上展现精湛的球技，球场下也能塑造职业运动员的形象及态度。陈颖俊今晚7:35将迎来 CBA 第二战，他将代表广州龙狮碰上由中国球星易建联领军的广东宏远，效力江苏同曦的周怡翔也要对战北京首钢。周怡翔左，陈颖俊代言西装，引爆运动训练。 Empower 提供。不止陈颖俊，周怡翔穿得帅气，在世大运男篮赛表现精湛的李凯燕、黄宗汉、苏奕静都一同穿上东潮时装西服 eStream， 并搭配专业造型团队 Yup Studio 拍摄一系列时装西服的形象拍摄。世大运男篮代表李凯燕、左起、苏奕静、黄宗汉代言西装，引爆运动训练。 Empower 提供。Empower 经纪人王俊杰表示，对很多人来说，篮球员往往跟时尚有点联想不起来，刻板印象总是宽松，没什么变化。东潮时装西服为时尚圈及潮流圈的第一品牌，感谢他们赞助球员量身定做的时尚西服，让球员们在球场下出席正式场合时能够有流行、帅气、挺拔且不失正式的西装。Empower 执行长杨盛凯说，我们希望透过这次与东潮时装西服以及 Yup Studio 的三方合作，能够让大家注意到球员们时尚流行方面的潜力。其实也有不少 NBA 球员与设计师联名出席时装秀，对服装产业的投资代言。引爆运动训练 Empower 旗下拥有不少国内旅外出色的篮球员，他们不仅想替球员打造时尚形象，并预计与知名品牌视觉行销团队推出台北市大运台湾男篮的纪念商品及球员专属品牌，希望让这些认真的球员能被更多人看见。周怡翔左，陈颖俊代言西装，引爆运动训练。 Empower 提供。周怡翔引爆运动训练。 Empower 提供。周怡翔引爆运动训练。 Empower 提供。陈颖俊引爆运动训练。 Empower 提供。